Maggie 姐，你個孖公仔咧？人哋兩公婆恩愛，唔使招招曬俾人睇嘅。呢兩個夾過嚟嘅，使唔使咁 show off 咧？你哋唔好笑霞姐啦，係我老公咧，今朝有事好早去揾個朋友，咁我好早出咗門口咯。Hello， 大早晨，早晨先生，唔使坐，唔使唔使，轉頭走啊，你坐。哦，坐。老公，你唔係今朝揾朋友嘅咩？係啊，就係揾朋友攞翻呢件嘢咯。好緊要㗎，要你親住啦。其實呢一個咧係水晶擺設嚟㗎，係我托朋友意大利買翻嚟㗎。哇！投訴啊！依一度咧有好多單身人士㗎，你又曬恩愛咧，跟住俾雷劈啊！送禮呢啲嘢咧，你哋留翻屋企做啦，唔好喺度刺激我哋。我諗你唔會啦。其實份禮物咧唔係買俾我老婆㗎。啊！媽咪不嬲都好中意水晶擺設㗎，陣間第一次約你食晏咧，你就話你買俾佢啦。你咁頻撲就係為咗我啊？我為咗我自己啊，夾喺老婆同媽咪之間喎，呢個位一啲都唔易守。即係莫講話奶奶同老婆之間啦，只係女人之間嘅鬥爭咧，男人叉只腳埋都冇好結果嘅。至理名言，永恆定律。Maggie 啊，你老公對你真係唔話得啊！老公啊，你一定未食嘢㗎，我幫你嗌個早餐熱咖啡啊。唔使啦，我趕住翻公司啊。哦，你同曹氏合作買地個 project 仲未完㗎？仲爭少少細節啫，我先走先啦，各位，拜拜。拜拜。吃埋一半份三文治啊！唔好餓住個肚啊！小心揸車。OK， 好啦好啦，今晚接你放工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西洋山真係廿四孝老公嘅典範，有個咁好嘅中間人啊！你同你奶奶之間咧，好快就冇問題。奶奶 Kitty 唔好意思啊，我一放慢即刻趕嚟噶啦。坐啦，我哋都係啱啱到啫。奶奶啊！呢一份嘢咧係阿敏叫我送俾你噶。阿敏俾我嘅。哇，好靚啊！姑媽最中意水晶噶啦。都唔錯啊。奶奶你中意就好啦。點解你唔聽阿敏話？講係你送俾我。阿敏知我今朝會翻公司，如果佢要送嘢俾我，佢大可以親手交俾我。但係佢要咁轉接叫你攞俾我，原因就只有一個。阿敏咧，的確有叫我咁樣講噶。不過咧，我覺得心意嘅嘢，只要奶奶你中意咧，其實邊個送都一樣啫。係嘅，新抱都係半邊女，邊個送都一樣啫。奶奶飲茶，坐埋啲啦。咁咪唔使伸長隻手斟茶咯。奶奶啊，你食啲乜嘢啊？我叫咗經理寫噶啦。姑媽知你陣間要翻律師樓，所以嗌定先啦。唔該曬奶奶，你睇啱唔啱食啊？如果唔啱就再寫過啦。啱嘅，我乜都食噶。你要食多啲嘢先得噶，個人咧圓潤啲先有福氣噶。我會噶啦。你有冇聽過賢方會啊？哦，嗰個好多名門都會參加嘅婦女慈善團體啊嘛。點解咁問嘅？我啲朋友咧就叫我今年選翻個會長嚟做。你覺得點啊？奶奶絕對有咁嘅地位同埋資格。不過咧，我秘書就嚟放產假，我驚喺籌備同埋拉票嗰度，佢幫唔到我手咯。如果奶奶你唔嫌我手腳慢嘅咧，我可以幫手噶。有表嫂幫手，姑媽你煩事好多咯。你真係得？得，奶奶你放心選啦，所有文書雜務嘅嘢我負責。食嘢先啦，唔使趕嘅喎，陣間我哋去 Ace Beauty 順便兜埋你啊。食嘢，奶奶。食嘢。嗱，小姐。你上次提議喺德國訂嗰部精華電機翻咗嚟未？翻咗嚟啦，我帶你去睇啊。你要翻工啊，就唔使陪我嚟啦。我都未夠鐘翻工。楊太你好，花旗親密啱唔啱啊？好啊。Tina， 你去邊啊？唔好意思啊，楊太，屋企臨時有啲事要早走啊，我已經同阿 J 交代咗點樣幫你做 facial 噶啦。我 book 咗你噶喎。對唔住啊，最多我下次送多個美白療程俾你啊。我有話要你送嘢咩？我而家要你留喺度幫我做 facial 啊。Sorry 啊，我真係唔得啊。楊太，發生咩事啊？劉小姐，劉小姐係 Ace Beauty 嘅老闆啊。姑媽 book 咗成間美容院，就係想慳人同佢做 facial 啫嘛。佢而家話走就走，算咩意思啫？我哋美容院嘅規矩咧，的確客人係可以選擇美容師嘅。Amanda， 你就明白事理啦。但係對於一個放緊假嘅員工咧，我作為老闆，我都管唔到嘅。咁即係點啊？唔好意思啊，我啱啱批咗 Hannah 半日假，或者咁啦，
我哋美容院仲有好多好好嘅美容师，杨太不如你试下。心情唔好啊，做 facial 都唔会靓啦，下次先啦。如果有下次嘅话。得噶啦 ，Carol 姨，我会喺今年公司出年报之前俾佢答复你。OK， 拜拜。有咩事咁沉重啊 ？Carol 姨话我睇小公职，叫我 join 翻一两个慈善机构。嗯，多两个咸头出公司年报睇啲嘅，做善事啊，唔怕多做噶。Water， 你帮我找香港出名的慈善机构资料俾我睇下。好啊，知道。曹总啊，你放心，对方的理智不足啊，所以呢，对你们公司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的。好。哎，曹总，曹总，哎，曹总，小姐，你的 case 没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尹律师很专业，做得很好的。啊，当然啦，我们都是正义的朋友啊，一定帮你争取最公平公正的。阿壮，你真够风趣的。有你在，我是一百个放心。以后曹氏集团的官司全由你负责了。哎呀，曹总，你不要事宽我啊，你有老婆啦。思思啊，听金哥公司有人上嚟收噶。哦，好啊。嗱，嗱 ，Kitty， 你上嚟揾我啊？我上嚟系倾公事嘅，我喺半山睇一个楼盘，想揾律师帮下手。啊，你入嚟啊，我嚟帮你。我送你。好好好，再见。再见，曹总。哎，曹总你好！哎，杨太太你好，小杨先生呢？他没有陪你吗？他还在公司，有机会咱们吃个饭。阿敏在生意上还有很多地方要向你请教呢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其实小杨先生也很本事的。哎，我约了朋友，我们有空再谈嘛。好好好，啊，再见再见。这边好，杨太。杨太你好，今日有咩帮到你？我奶奶喺半山睇中咗个物业，想揾我哋帮手啊。哦。醒哥，陈生，你同杨太倾一倾，了解下佢物业啊。好啊，杨太，我哋有会议室慢慢倾。呢边 ，Maggie， 可唔可以咖啡俾我啊？唔使冲啦，今晚我入去倾。我谂我哋律师楼点样安排人手，唔需要杨老太你操心。我哋杨氏集团都算系你哋查理斯嘅大客啦，我谂我有权决定边个人跟我嘅 case 嘅，系嘛？都系嘅。Maggie， 今日你冇请假嘛？冇啊，冇人请假，今日应该冇问题啦，嗬。查生，一阵你四点半钟就要 case 开会喎。哦，我记得噶啦。仲有呢度有几份 claim form 系要你签名噶。OK，thank you。我刘小姐咧想揾啲慈善机构入会，咁就叫我帮佢攞啲资料嚟睇下。会有出翻去啦。查生啊，你可唔可以帮我个忙啊？咩事咧？我奶奶咧，佢谂住今年去选贤方会嘅会长啊。如果刘小姐又 join 埋呢个会嘅话咧 ，Yeah， 头先佢哋两个喺出边撞一撞咧，都出晒火花啦。如果两个入埋同一个会咧，我真系不敢想象。你可唔可以劝阿刘小姐咧唔好入呢个会啊？劝佢咧，我冇本事啦。不过咁，如果佢睇唔到呢本小册子嘅，佢咪入唔到会咯。收埋啲咩啊？冇嘢。攞嚟睇下。系啲小册子嚟嘅啫。你做咩收埋贤方会嘅资料啊？我帮你立告啦，呢个会唔系咁适合你入。嗰位嘅理念几好啊？乜你觉得 OK 咩 ？OK， 多谢你啊！我唔使嘥时间睇埋其他嗰啲，一于入呢个会啊！我翻出去做嘢先啦。诶，等阵先 ，Maggie， 入得呢个会咧，我点都要做翻个会长先似样噶嘛。我想揾 Maggie 做我助选啊！你想揾 Maggie 帮你手啊？有问题咩？有。呢排律師樓咧特別多嘢做，我哋而家好需要 Maggie 幫手嘅。Water 咁得閒，揾 Water 幫佢手咪得咯。Water 咧始終都係新啊嘛。其實咧我幫手係冇問題嘅。是 Maggie 都話冇問題啦，就咁決定啦。嗯。Maggie， 呢份咧係我選賢方會會長嘅政綱，你幫我整好啲格式同埋字型啊。知道。
奶奶，你揾我咩事啊？我忽然间醒起，我俾你打嗰份政纲咧，开头嗰度有冇提过我喺澳门嗰度移居过嚟香港好多年噶？哦，有啊。嗯，仲有啊，嗰啲字咧，帮我印大只啲啊，我怕到老花眼咧睇得唔清楚啊。你放心啦，奶奶，我已经帮你整定咗一沓 Q 卡噶啦，到时你逐张逐张揭嚟睇就得噶啦。你真系细心啊。应该嘅。咁我唔阻你做嘢啦，不如今晚食饭见到面再倾啦。阿敏话你中意食海鲜噶喎。我冇所谓噶。咁就去食海鲜啦，我同阿敏约咗时间再通知你，咁系咁先啦。嗯，拜拜。帮我整 Q 卡啊？哦，系啊，我谂住试下啲效果好唔好先。不过喺现场度慢慢揭下揭下，好似唔系好方便喎。我都觉得系啊，咁所以咧，我谂住试下用板路嚟代替 Q 卡，可能会方便啲。都好啊，你帮我慢慢研究下。哦，好啊。老婆，我翻嚟啦。老婆，死啦！依家几点啊？刘小姐同奶奶咪九钟上台啦。老公系咪瞓过咗笼啊？冷静啲啊，老婆，放咗工啦，呢度屋企嚟噶。我发恶梦啊！嚟睇下你啊，妈咪同刘小姐啊都未正式选会长呀，你紧张成咁样，点挨到选嗰日啊？系啊，老公啊，我啲嘢想问你啊。OK， 过去。知道喎，我啊好难得次同奶奶咧呢关系好翻少少，我唔想因为呢件事咧令到我哋嘅关系去翻。今次有查生出嚟咧，系因为有啲嘢唔方便，律师又同你倾，同 Maggie 有关嘅。你都知啦，而家同时间帮阿刘小姐同我妈咪做助选噶嘛。選下一屆研方會嘅會長啊嘛，楊生，你唔係諗住插手呢件事啊嘛？我係想幫老婆做啲嘢嘅，我諗查生你會贊同我講。啊，楊生，喺你未同我講你想我點幫你之前咧，有一件事我係要同你聲明先嘅。係咩事咧？嗱，本應 Maggie 今次面對嘅難題咧係冇咁嚴峻嘅。Amanda 未決定入研方會之前 ，Maggie 有嚟揾過我，希望我可以阻止呢件事發生。你冇幫阿 Maggie 勸阿劉小姐咩？就係有，所以事情咪搞到咁嘅局面咯。我唔係好明喎。嗱，細節咧我好難解釋清楚嘅。總之女人之間嘅鬥爭咧，我哋男人係唔應該參與。若然你仍然都想我插手呢件事嘅咧，我只可以同你講，我無能為力。你真係可以袖手旁觀唔理啊？除咗心表同情之外咧，我真係唔知仲可以講啲咩。但我真係冇可能睇住我老婆死頂而乜都唔做噶嘛。但你做到啲咩咧？若然你係有十足嘅把握勸得掂阿伯母嘅話，你就唔需要嚟揾我啦。我真係唔相信，生意上再大嘅難關都阻我唔到，唔通對住女人就真係冇曬辦法。
度啲茶咧，系就系几香，但系点都唔及狮王会会所嗰啲茶。地方级数唔同，啲茶都差几皮。我得差唔多啫，系咪你心理作用咋？第日啊，你入咗会咧，我就唔会嚟呢度饮茶噶啦。入会嘅事啊，十划都未有一撇啦。曹总系狮王会嘅荣誉董事，佢出到声啊，边度会有问题啊？曹总今次咧无条件咁引荐你两兄弟入狮王会做 member， 人哋咁睇得起你哋啊！阵间你见到佢咧，记住要多谢人啊！人哋真系俾我哋入会先算啦。讲人面啊，我哋有曹总推荐。如果讲实力，我哋杨氏集团咁大间公司，要入会啊，十拿九稳啦。都系嘅。阿文啊，我觉得你好似有啲羡慕住我咁喎。冇冇啊？啊，系啊，妈咪，今日个 cheese cake 咧好似唔错喎，试下。你做咩今日咁忙啦？出嚟饮下午茶。乜同你饮下午茶？有原因嘅咩？喂，没可能，我不会跟他说。点解成个世界让晒你啫？我大黑又点啊？唔中意嘅咪揾其他律师嚟帮你咯，斋正。你同边个讲电话讲得咁怒气啊？哎，啲闲人嚟嘅，唔使理。张月松，你为什么挂我电话？我不会同不讲道理的人说话。我哪里不讲道理了？你说出来听听啊！你同我讲啊嘛，话你太太谂住选贤方会会长，你叫我叫 Amanda 唔好选啊嘛。我哪有这么说啊？我只是跟你讲，让你投我太太一票嘛。哼，你明明就是这样说。你。曹总，你不要激动哈。Damon 的普通话呢，一向都不灵光的，很多时都会听错、理解错，闹出很多笑话。哦，但是他跟我说，你要和我太太一同竞选贤方会的会长，是不是真的？他这个读洋书的，连广东话都会听错。我从来没说过我要当贤方会的会长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也奇怪了。他当时跟我说话稀奇古怪的。原来曹太太想要去当会长啊。如果是真的话，我倒可以帮你做助选团，帮他拉票。真的吗？一切包在我身上。唔该晒。有娄小姐帮忙，一切就顺利的多了。那真是劳驾你了。不用客气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约了朋友，回头再谈。嗯，好。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乜你唔系好想做会长嘅咩？咁易缩晒嘅。多一个半个会长职衔，对我有影响咩？仲要你好紧张添。你又系嘅。做咩为咗我啊？得失曹总呢个大客。曹总您好。你好，杨太太您好，我来介绍，我太太阿玲，这位是杨太太，小杨先生。你好，杨氏集团的掌舵人呐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其实之前我喺财经杂志有见过你哋嘅访问嘅。Thank you。曹总啊，真的要谢谢你啊，推荐我两个儿子进了个狮王会。小意思嘛。其实我约两位出来呢，是有事相求。听闻杨太太是贤方会的会员是吗？对呀，系咁嘅。我最近都啱啱俾入咗贤方会，我先生仲叫我去试下选会长，所以我想请教下杨太你嘅。我妈咪唔单止系会员啊，佢今年咧仲打算。我系打算今年参加两个义工团，多出点力。哦，妈咪，曹总系我哋生意上嘅拍档，正经事紧要。曹太太，如果你真的要参选的话，我可以做你的助选团。真嘅？嗯。哦，有杨太太帮忙，阿玲啊，一定能够当选的。来，就为我们曹氏杨氏合作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啊，杨生，好嘢啊！多得你提点啫。Thank you。哎，请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哎，乔总，哎，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你们真是够朋友，竟然合力捐助50万元的报名费，让我太太去参选。你们真是出钱呐，又出力。嗯，我打心里感激你们呐。那是报名费，全是捐给的慈善机构的，做善事的没关系的。哦，阿崇台当选为贤方会的会长呢。我们都很高兴啊！高兴，我真系唔相信，生意上几难嘅难关都阻我唔到，唔通对住女人就真冇晒办法？
睇嚟唯一化解女人鬥爭嘅方法都係女人。即係邊個？你们真还够朋友，跟你们做生意真是太爽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讲得太快了？我还挖通你的做生意真还好开心，搞么明不明白？明白，当然明白了。阿爹知道当选之后啊，就几高兴啊，跟住啊，非要亲了我之后才俾我出门啊。女人呢，只要令我开心就可以了。中出花开，任